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2020年度电影频道，港电影，你好。恭喜王俊凯获得2020年度。听到了这种声音啊，然后我就出现了。谢谢。来，恭喜恭喜小凯哈，然后拿到了这份，这是我今天专门来到你的拍摄现场给你送来的一份礼物，打板器给我，然后你能够打开它看一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帮你拿着。谢谢。哇，是个。是一个荣誉，这份荣誉呢，也是在2020年所有的100位的观众和影评人，他们为你投上了这样一个沉甸甸的荣誉，希望能够带着这份荣誉给你了一个更多的鼓励，因为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你的成长。谢谢。当然还有一个荣誉证书，这份荣誉证书也是给小凯的，叫年度期待影人王俊凯。谢。那荣誉词呢，在这里我也给你念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平时呢，我们都是在舞台上，那今天呢，其实我们变了一种新的方式，然后把这一份荣誉代表着我们电影频道更多的影人跟你分享。王俊凯年度期待影人：《桐花万里》《丹山路》《雏凤青鱼》《老凤生》。这是李商隐先生的一句诗词。以朝气蓬勃的年龄和率性本真的特质感知角色内心，以优良的悟性和表现力塑造人物性格，用出彩的角色认证出色的表演，做年轻演员的表率。谢，太惊喜了。来，给你一个不限时间的获奖感言。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在拍摄结束的现场，然后能够突然收到这样的一份荣誉，真的特别温暖，也特别的感动，然后也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